哈喽，欢迎进入懒猫的仿真迷你小厨房，片尾有彩蛋。嗨，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喵小号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分享大家的点餐订单。主人，这是今天的点餐订单。韩式炸鸡，仿真美食酱城走起。炸鸡，一种神奇而又美味的小吃。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，炸鸡是属于欧美的一种快餐食品，但是随着越来越热的韩剧流星花洗礼之后，炸鸡逐渐演变成韩国的一种美食文化。文化的意义在于能随着时间的变久却不会让人心生忘却之意，能经得起时间的推敲，并且符合一个国家大部分国民的传统风俗习惯。似乎韩国人把本土西方的炸鸡发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，美式炸鸡更注重酥脆的口感，而韩式炸鸡通过自己调配秘制的酱料，将炸鸡是一种美食的光芒完全绽放。韩式炸鸡的特制酱料凝聚着韩式饮食文化的精粹，完全以韩国民众乃至整个亚洲民众的综合口味为基本点出发，难怪韩国炸鸡会风靡韩国的大街小巷，成为韩国国民非常喜爱的解馋零食。懒猫用两种颜色的史莱姆来代替酱汁，充分混合后把它们放在炸鸡上，放的时候要注意轻薄，不要破坏了炸鸡本身的造型。吃炸鸡一定要配上一杯可乐才算完美。喵小二，上菜啦！点餐韩式炸鸡的小可爱，快